17岁的小龙女吴卓琳不时传出与妈妈吴绮莉爆发冲突，先前还告妈妈恐吓，后来又传吴卓琳自杀住院，母女关系似乎十分紧张。吴绮莉还曾透露，吴卓琳时常带着一位30岁的女性友人回家同房过夜，更称女儿染上不好的习惯，行为怪异。尽管吴卓琳出院了，但一切似乎仍未恢复平静，她依旧和这位女性友人过从甚密。传闻两人认识1年多，这位女性友人是加拿大籍的网红，当过幼稚园老师。吴卓琳不仅带她回家过夜，她陆陆续续在吴家住了将近1个月。而吴绮莉也坦言认识这位好朋友，女儿闺蜜确实曾在家中过夜，但她解释这位网红其实是吴卓琳的家教兼好友。可是女儿数学不好，对方又主动提出不收钱帮女儿补习，两人是好友关系。她也澄清表示，女儿和好友出门都会报备，没有被朋友带坏。